进行的是我们高中社会组社会组比赛。我们这个社会组比赛有四个高三的班级，两个高二的班级来参加。班级设备机的是我们的高三三班，高三三班是由何佩欣老师所指导，以及我们的体育设备机、荧光绿设备机是我们的高三二班，高三二班是由我们的赖静颖老师所指导，以及浅蓝色背心的是我们的高二二班，是现在曾玉琴老师，以及我们深红色背心的是我们的高三五班，是由我们施耐基老师，以及我们的深绿色背心的是我们的高三四班，是陈英之老师所带领，以及黄色背心的是我们的高二五班，是王婉凤老师所指导。今天的大队接力决赛，我们的校长也在我们的终点线这边一直在看着大家的比赛可以看得到我们高中部同学、国中部同学这个大队接力上都是团发挥的最大的团体的默契。那当然，同学们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在抢跑道或者是说在超跑的时候都要注意。好，我们现在已经高二高中的社会组，高中社会组的同学已经起跑了。那这时候呢，就不要分学弟学妹、学长学姐啦，我们的高中社会组同学这时候应该就是奋力往前冲就对了。好，比赛已经来到了第二棒，到了转弯处就可以接棒了。我们现在看过来，目前到底谁会在前面呢？目前冲出来是我们显然都被提示我们的高二班现在目前在前面。我们看到绿色背心的是高三二超过了第二名的位置。好，现在比赛来到了第三棒，我们现在看到最前面的是高二班，我们的学弟妹这边还是暂时先领先，后面绿色背心是我们的高三二班，以及后面橘色背心是高三三班，以及后面接着是红色背心的高三五班，以及黄色背心是高二五班，以及最后面的是我们的高三四班。但是呢，距离其实都没有拉开得很远，然后随着到了这个第四棒，其实都还蛮接近的。那我们看到现在目前为止，在后面这三个班级尤其是我们的红色背心的是高三五班。黄色背心的高二五班从外侧想超过这个高三五，有没有机会呢？看到差一点点的距离，两个班几乎同时间进入我们接棒区。现在倒过来是由我们的高三五还是稍微领先，高二五并没有将这个机会超过去，但是呢，事实上有拉近了一点距离。现在比赛来到第六棒，我们看到目前为止就高二班稍微有离拉开了一点距离。那在这个阶段这一边，我们看到的是红色背心的高三五跟高二五，以及黄色背心高五，这些已经非常的接近。好，我们红色的高三五班的同学想要从外侧超过我们高三三班，有没有机会呢？但是三个班级几乎同时间进入我们的接棒区。好，我们看到目前看起来三个班级的速度实在是太一致了，都很接近，所以没办法分到边了。三个人都在三个跑道上并驾齐驱，同时间同样的速度要进入我们的接棒区，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第八棒这边看能不能够分开一点距离了，因为这三个班级实在太接近了。目前看起来是由黄色背心的高五班稍微领先红色背心的高三五班，以及我们橘色背心的是高三三班。但是三个班级距离非常的接近这个地方实在太好看了，因为呢三个班级真的距离都很接近，并没有拉开，所以呢终于要看到准备换到男生的第十棒，有的班级是女生班级我们的社会组女生比较多一点，所以目前呢还是都是女生的棒次。好，我们看到这边呢的三四五名，我看橘色背心的是我们的高三三班，高三三班的第八棒、第九棒速度非常的快，我们看看这个上来。好，我们可以看起来目前的前面的我们的高二二班这边也受到一些压力，然后我们的高三二班的速度也非常的快，那后面的话我们的第三、第四、第五名距离也都十分的接近。我们到前面有点的改变了，这里的第二名我看一下是我们的高三二班以及我们的高二班两个都是二班的，但是呢距离都非常的接近，差一点点没有翻盘的。但后面我们看到红色的我们的高三五班这个速度飞快已经拉开了一点距离，那其他的都
这个第一棒非常接近，比赛已经来到第十二棒这边我们还是看不出来啊，也许是我们的宇宙队线高分三班跟黄色队线高二五班高分三班距离都非常接近，好，还分不出来。好，换到男生的棒次了，我们现在帮大家看一下，目前为止呢，蓝色队线高二班在受伤，再度拉开一点点的距离。但是后面呢，这边我看到比较激烈的是我们的橘色背心的高三三班跟黄色背心的高二五班，高二五班想从后面超过我们的高三三，有没有机会呢？我们看一下，是已经到了接棒区这边，只差一点点的距离而已。好，目前看到蓝色的第十四棒击他们。好，我们现在黄色背心的是我们高二五班的学弟啊，脚上脚部有点受伤，看得出来哈，脚点受伤，但是呢还是在全力的冲刺。好，我们的绿色背心的是我们的高三四班，也从后面追上来了。好，我这个比赛呢还是一样哈，自己注意自己的安全哈，这个健康最重要了哈。好，我们来到第十六棒余万春的剩下四班，跌倒了。好，我们绿色背心的是我们的高三四班，好，不小心哦，可能这重心有点不稳哈，就跌倒了。好，这里同学自己注意自己的脚步，好，一下跟得上哈，自己的速度要跟上自己的脚步啊，两个要一致，这样才速度才会快。好，我们看到呢，今天的比赛已经来到了第十七棒，剩下三个棒次，剩下十八、十九、二十，剩下三个棒次了。我们看到蓝色背心呢的高二班领先，但是领先的速度一直在被缩短哈。我们高三二班在后面一直往前冲，能够追上。高三二班绿色的，高三二班想冲破我们的高二班的机会，可以了，投篮会投到，投进了。好，两个班计划同时间进入我们的接棒区。我们看到高三二、高二这两个班距离真的非常的接近。我们已经来到接到第十九棒、第十九棒，两个班还是一样。我们看到高二两个人哈，这个学长学弟并没有在相让啊，所以呢两个班几乎同时间要进入我们第二十棒，这个比赛都没到最后一刻，真的不知道没有结果是怎样。我们看到感觉第二十棒已经在冲刺，好，现在两个班级哦，高二上高三二，太好看了哈，两个班级几乎同时间往前冲，现在来到直线加速的地方了，到底哪个班会赢呢？这个到最后一刻才会知道。请高三社会组完赛的同学请离开场地，请高三自然组高二一、高二八、高二六、高二七、高三六、高三一请到减速区减速，请高二一班、高二八班、高二六班、高二七班、高三六班、高三一班请到减速区减速。